家好，社长，今天我们来跟你分享一下 Block 的最新的产品，也就是红白机以及超韧的无线转接器。就是如果你家里有这种七个孔的新款红白机，或是你有原版的超韧，或是你有在社长的卖场买过这个复古三合一，也就是可以玩红白机超韧 Sega 的这个，或是你是高级玩家，你有买过这一个外国人非常喜欢的这个 FPGA 红白机啊，这次呢我们都可以用 Block 出的这一个接收器呢，可以让你使用 PS4 PS5 Switch Pro 手把以及八位堂 V3 摇杆，或是125种市面上你买得到的街机摇杆都可以来用在这个红白机超韧上面。那这产品长得这样子，一头是红白机的，一头是超韧的。那这次呢有一个更新档，就是说我们支援了这个飓风 NS 手把，可以让它来玩红白机超韧。那以及外国玩家特别有反应说，哎呀，我们在外国买到这一台高级的红白机呢，是不是也可以支援呢？这次 Block 研发部门非常快速，一天以内就搞定了这个更新，非常快，非常迅速。所以呢，我们马上来测试说，就是用飓风 NS 手把是不是可以来玩这个红白机。首先你到 Block 的官网先下载这个 NES 跟 SNES 的更新档，下载完之后打开这个软体，打开这个软体，它会需要你把这个接收器呢用一条 USB 线接上这个 USB 口，然后压着这个按键压住，然后去启动这个软体，跑完之后它就更新完了，非常的快速。我们就拿一条 Type-C 的线接上飓风手把，然后就接到这个转接器上面，你就接到你的游戏机，你就可以用这个飓风手把了。你要接在红白机上面，或是接在超韧上面，或是接在这一台 FPGA 的红白机上面，接完按一下连接完线就可以拔掉了，你的手把就可以无线来控制这些游戏机了。好，我们用飓风手把，然后接上 Type-C， 然后接到接收器上面，然后一次就把两个东西给试起来了，然后打开这台 FPGA 红白机，绿灯了。那主要是说这个选单呢有没有一开始就可以选的，有没有？我现在在按这个飓风手把，然后它就是可以选的状态，然后进入游戏，就等按了，直接支援飓风手把，而且支援这台外国人非常喜欢的这台 FPGA 红白机。好，来玩一下吧。没问题。所以老玩家，如果你还有红白机，你还有超韧，你想用 PS、PS5 随机手把以及各种街机摇杆来玩红白机的话，这个是你最好的选择啦。社长的卖场里面呢，还有一些数量是团购价，买完了就恢复原价了。如果有喜欢的、有用得上的、想用无线手把来玩红白机的，就趁现在。好，感谢你的收看，谢谢各位，下次我们再来试别的游戏机哦。
Thank you.